宫的左边，这边有一个步道，前面有一个人偶，这是登山路口，现在高度780，持续上坡。哇，这么大一瓶冰茶，感谢感谢。好，南方这边略作休息，现在8:57，继续往前走，走。来到八号牌，这边右走就是美露山主峰。然后往这边走，继续往八道尔山。那美露山我们回程有时间再来走。现在9:18，来到7号牌，然后高腰山40分，八道尔山还要50分钟。这边是八大尔山，右侧这条就是高腰山。八大尔山继续向前走，9:45，到达六号牌，到八大尔山还要33分钟。这边往八大尔山，那这边继续，这边往八大尔山，刚刚那边是往高腰山。高大的树上面长了好多蕨类，哦，这边是溪谷旁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腹地，这边应该非常适合休息。然后前方还有一棵相当高大的疑似快木。现在10:10，我们来到5号牌，那就在路径旁边。10:23，到达4号牌，在路径的左侧。右侧继续往前走，又持续爬坡道路，这种树根的泥土径。这边有一个可爱的牌子，写着误入，不要往那个卡宝山那个方向走。这边有一个树根直接都翻上来了。好，快到八大尔山了。这边有警告牌，熊空逐鹿卡宝，请勿进入，特别写的回头是岸，上次敏慧他们就从这边出来的。到了到了，
到了，10:43，到达八大二山，哇 ，view 超棒的。看到下面的水库。好，现在12:05，我们午餐完毕，开始往回走。有一条水路。只要不下大雨的话，这个水路都还算好走。